转眼快过去半年多，好像自己啥都没有做，时间一天天过，积蓄也花光了，除了老了啥都没收获。想搏一搏单车变摩托，没想到最后单车都没了，做生意太难了，打工又隔离我，房贷车贷花呗压死我，总想咸鱼翻身，没想到我却沾了锅，亏了咸鱼不但我，还亏了这一口锅。我别在家里睡不着觉，想了很多，